我把西皮子发了海椒的阿满的，就我把西皮子发了海椒的阿里婆，有几小姐的娃娜呀，我从那菜包一个把的大人大金牛那呼呼呼，哦，那大家都拿五一六的呼呼妈妈。 我们家妈不来嘛，他那家家龙那屋里的活木咋嘛不来嘛，他那家家里说起的嘛也干的嘞，说干的地方嘛哈。哦，那不拉不拉不，是嘛那家里出名啊不？那个中间那段就还不咋就那个阿罗那。 哈，那里是哪里不咋就走走的忙，就走走的没得哩阿爸出，就走走的没出过哩嘛说呢。哈，那就走走的啊，那人家就成了哗啦哗啦，把那里比较那个就那么顶巴那又没做的稀稀稀稀的，你活么啊那娃么下呀那位。哥哥，不听我弄。 火锅满了。 那个那家就那位。哦，那位那位那位，你是把那个的主意，那位。你们不管家干吧，那就干了别的干，我也咋看到了？还是干不差的吧？我难得的。 把你母把个鸡巴我天天进三四百岁，大半生穷的白白把你母的叫你我的还不你母家，把那个喂。